蕾拉在6日顺利产下儿子，工作相当忙碌的她，坐月子期间仍不忘更新频道影片。引人注意的是，原本她产后第一步预计要分享自己的生产过程，不料却遭到黄标。对此，她也发文说道：“因为 YouTube 目前正在人工审核黄标中，所以可能无法如期的顺利上片，再请大家等候一下。”随后也先释出预告给粉丝们看，在预告中可以看见当时她在生产时疼痛到忍不住大叫。顺利生下孩子后，蕾拉更瞬间感动到落泪。片段一出，不少粉丝都直呼真的太勇敢了啦，许多网友也相当期待整片赶快出来。对此20日，蕾拉又在限动无奈直呼已经人工审查还是黄标，无语到家了，并表示自己把所有血腥画面都剪掉了，生小孩的画面全黑白了，到底还有什么好黄标的，看起来相当无奈呢。Bye.